52分钟呢一球，讲咁多啦，你自己睇就好啦。世界高龄啊，今场嘅爹哋妈咪专程远渡从家乡，自认为搬去传送啦，右脚弯出嚟，过咗你就大件事啦。哇，靓哥，眨个落点靓啊！一顶埋去就系咁样搞掂。哇，见到麦基出呢球波好靓，成个摆出嘅配搭都好流畅。搬炉 hold 一 hold， 等麦基走位放落空位，都系识咗嗰时。系呢下靓都唔知处理得，唔俾你啊！真系啊，喺度阿志呢下处理得好好啊。咁啊，佢唔选择前线嘅传中，咁啊选择咗较后嘅情况还传俾阿麦基先。头先就哇，阿华东叔埋呢边加入点啊！落地故事2-2，有嘅一阵远，全日卡搞掂啦！2-2啊，落地故事输晒，但系全部打出嚟都赢定掌声，两粒冇啦，一睇到一两粒先都冇啦。呢个头锤又系一出嚟就入波啦，去到埋嚟咧就系远处嘅位置头锤搞掂，入波就嚟自洛迪古斯，真系一出嚟入波。今届联赛嘅第13球。踢第14场波入13球，究竟传好啊定射好咧？个斜线俾佢嚟呢边，攞只古先压过咗嘅，嘛对住咧就系谢德耀，哇攞得咁靓啊，真系一个射手，第17个嘅本地赛入球啊！咁啊呢个波牌几想谂住快啊，咁啊先抢咗陈广斌个波之后咧，交俾你，远处嘅位置呢边顶到，终于靠个死球啊！入去，咦，个老头，咦，好哟，咁样搞掂冇越位啊，咁啊搞掂啦，落地管师啊，呢下列文咧就有少少甩咗佢啊，俾阿徐德瑞放个直线啦，落地管师啊，去到咁啊，攀到洞啊，马平防守啊嘛。喺呢度有機會俾到洛迪古斯起到嘅就有啦，1-0。啊，一出嚟嚇，你見到李康明記得加個靚波落去，變發成功。洛迪古斯贪到尽，俾麦基守门员拍出不远，系混乱嘅情况，好乱，好惊，唔好放弃，就好似洛迪古斯咁，保持冷静，淡淡定就搞完嘅底草啊！你呢个波好快底草，睇下李康明嘅速度，追到就揿翻出嚟，又见到麦基，攞完之后就交翻俾洛迪古斯，又一球啦！东方雄狮今场第二个入波，亦都系麦基第二个助攻，洛迪古斯啊摆唔晒功，个波过咗小龙门。再入大龙门嘅一场入球数啊，仲未完结，要到90分钟，洛迪古斯升高，将呢一个角球变成入波，先至真正落幕。洛迪古斯啊，同李康连睇齐，个人入两粒，就东方雄狮啊大胜7-0啊！入场林嘉伟打得好，俾前锋洛迪古斯咁高位射入地波破网。俾前锋洛迪古斯咁高位射入地波破网。32分钟。洛迪古斯突破越位推入，射成2-0。洛迪古斯突破越位推入，射成2-0。推到个波，再弹俾洛迪古斯射入。就系咁，东方龙狮半场先3-0打破嘅比分。呢场对梦想 FC 东方龙狮都系输0-1噶，今次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啦。井川右扶顶唔到就仲好，洛迪古斯顶入，开心啦！呢名相遇逢出嘅攻击球员喺72分钟先至话人系入波功臣官佬，点知自己都做埋入球功臣啊！出场1分钟啫嘛，第一下掂波咁就搞掂啦。当然谷盈之嘅罚球落面亦都相当之好。
斯亦都喺58分鐘嘅剩翻粒，咁勤力走動呢球波抵佢入啦。係喎，勞頓斯剩翻粒，咁勤力走動呢球波抵佢入啦。係喎，勞頓斯假期喎，勤力有收穫喎，正所謂多勞多得啊嘛，勞高啊！人冇攻势，洛迪古斯见到守门员企出咗些少，喺中场线都嚟起脚。哎呀，入咗啊！真系企出咗些少，喺中场线都嚟起脚。哎呀，入咗啊！真系世界波啦，半场领先2-0，东方。用上，好，洛迪古斯，好啦，呢度得住，送埋嚟中间，我停咗呢句线咗喎，啊，我跟住洛迪古斯，唔收两码，好，潘奴话自己未搞掂啊嘛，我哋都过嚟啦，右手俾洛迪古斯，咪右边一路有人噶啦，再俾到，用啊吓，呢个又有得斗跑下喎。我要俾你啦，系嘛？我攞只古斯真系一过埋呢一下咧，都真系真系。我都想包佢，逼佢去边，就俾佢一。我逼到呢一下，有边人走嘅？咁啊，攞只古斯俾过嚟就足够啊！亦都系死想系自己嘅人。好靓啊！呢下而家攞只古斯，快开啦！哇！仲追得到，虽然留咗，反而咧就顺势咧带埋自己上去。喂，右边好空，啊，请埋上嚟呢边。今次咧就射线俾过嚟，得住，打出嚟，收啊！你俾啲啊，攻就靓啦，带啊，成功就大镬噶啦。再撞翻嚟洛迪古斯呢边咧，唔俾佢过噶啦，咁啊。